我现在呢做了三块啊，一个是保健品，后来做了网络游戏，现在呢我又搞金融投资，主要是在投资于银行，搞了三个。按道理我做的三个，我三个都要失败的，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定个纪律，同一个时间我一定只管一件事，不管两件事，然后我的全力以赴找一些新人去开发了像征途这个公司。这个公司上市之后呢，我把它捋顺了，就把脑白金公司的总裁过来调到这边当总裁之后呢，我又不管他了。所以现在这个公司尽管我还是董事长，还是 CEO， 但是呢这个公司啊我全权委托给总裁就管了，我觉得他管得挺好，比我管得还好，所以呢我现在也不管他。遇到重大的决策的时候，会来找我来商量，来征询我意见。在这公司，这个决策权其实我基本上是让出去了，然后呢，我才去做了第三件事，去这个投资金融。金融现在我自己在管，这个团队人也不多，也不到十个人，我现在带着这个团队在做这一块。其实你在周围找人，其实是能找到合适的人的，就又红又专能找到。红呢，我想早期还是能看出来的。专呢，其实很大部分跟培养有关。你要如果他放的位置，你又不授权给他，他永远啊，他赚不了。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你给他放那个位置里面，还要授权给他，然后就培养。其实我挺保守的，我一般用关键岗位用人，我一般都是跟我十年以上的人。你像刘伟是都已经也快二十年了，就是我们的几个关键岗位的，其实差不多都在15年以上的人。这种呢，就是能力你肯定了解了。给你3年你就已经很清楚了，那个红的问题自然解决了，经济上犯错误机会他都没犯经济错误，那经过考验的，所以也没事。所以我相对来说用人，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这个没出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我发现我授权相对来说比一般的老板会彻底一点。我一般，就下属非常坚持的。如果我又不是说100%的有把握的，我一般不会否决他，就是选中了人，然后呢给予授权，给予科学的一些监督，我觉得就行。当然，就如果是灭顶之灾的错误不能让他犯，但是来讲这个作为一个一把手，你已经去抓了命脉了，其他的地方只要不是财务问题，只要不是安全问题，一般来讲，还犯个错误，都有纠正机会的。销量第一名的是脑白金，销量第二名的是黄金搭档，等于我两个产品都已经做到前面了。这个销量还有多大上升空间，或者研究不大了。最核心一个问题啊，我们的消费者啊，对保健品普遍不信任，国家呢又打压，就出了很多法规。其实这个产品里面小公司骗人多，大公司其实还是很少有骗人的。国家呢正在那收拾这些企业呢，而且他不光收拾小的，他专收拾大的，知名度高的。我们呢后来看到这么收拾，我们很规范，所以这个几次收拾我们就是收拾不到点上去。他一年抽查我们平均每3天要来检查一次我们的产品，10年了他也没查出质量问题。然后这个广告也现在挑不到毛病。所以那个10年前十大这个保健品公司现在就剩我一家了，还在那坚持的，剩下9家全垮掉了。其中有这个当然有企业自身的问题，我觉得有跟那个行业分歧有关，就是股价要极力打压有关。所以我一看这个苗头，我觉得这个施展不开了。再往上做，比如这个再增加10亿的销售，有可能20亿就很困难了。你想做到100亿，那没有可能的。其实我挺郁闷，我就玩游戏，开始我没想去搞公司，玩着玩着后来想自己搞一个，就搞了一个游戏公司。如果老板是一种浪漫型的，那就应该是做自己喜欢的。如果这个老板是一个任劳任怨的，那就是做需求的。你看我每天玩游戏，我觉得挺浪漫的在里面。别人觉得你怎么天天趴在电脑上趴11个小时，我觉得很开心的，别人就认为我很苦，所以这是兴趣嘛。不管保健品的时候，然后呢上班的时间我偷偷玩游戏，但我每天因为要去公司嘛，
有时候这个别人还来哇的跟你汇报工作，别人一敲门，我们砰就把那个电脑屏幕给他按了，不然就是下水来看你老板上班是那玩游戏多丢脸，不准他们玩，你自己在玩。然后呢，后来呢，我一开发游戏我就理直气壮了。你像我们过去所有的好的广告，其实也都是很少有一次性成功的，啊，我再想一下，然后也出个好点子，然后把它实现了，哎，就是好点子，很少的。方法出来之后，要不断的测，不断的试，不断的修正，要心血去浇灌，所以才能出个好广告。我们的游戏这个刚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好玩的一个游戏，非常难玩，我每天就在里面玩，平均是15个小时待在游戏里待的。就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我全在游戏里面，所以我这个基本上就在那个虚拟世界真的待了2年，然后每天天不看到太阳我是不睡觉的，每天太阳出来我才睡觉。这么熬2年在里面玩的时候发现哪地方不好，然后呢就连夜就把那个技术人员喝了出来，喝了起来就改去，这个改完之后我还睡觉了，然后我醒了之后我就要看改好没有。折腾呢，就一个游戏改好玩了，第二个就是商业模式。因为以前那个游戏呢，它这个都是时间点卡，全部是时间点卡的，就是你消费者不管你玩不玩，你先交钱，比如这个5块钱1个小时，你要买100块钱，我就让你玩20个小时，就是以前都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我在游戏里面，我在游戏里面玩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都是学生。这个因为我那时候没收费嘛，他们说只要一收点卡我们就不玩了。游戏里面啊有很多人愿意花钱的，像我在游戏里就属于愿意花钱，学生可能靠父母给的点伙食费在里面玩，我呢这么有钱在里面，我这个我的优势出不来，他心里也不平衡，他也不爽，让这些没有钱的人不用花钱，然后就在里面玩，就免费玩，然后但是你有钱的你就去花钱去，让你花多多的钱，然后而且你还要花什么钱呢？你在里面你要建自己的组织，就是自己的比如说国家、自己的帮会，然后你的帮会的小兄弟小姐妹们的他的钱你也得出，反正你有钱嘛，你也不在乎。后来一测就发现，要这个方式在同样在线人数的，第一，这个在线人数如果用时间点卡，一个我只能做到10000在线人数的话，我用这种方式我在线人数可以做到10几万人，就人数可以多很多，人数多游戏里就热闹。第二个收入，如果以前同样这个10000人数和现在10000人数的话，后面的用我这种方式，这个人均收入会比前面的这个人均方式收入会高7倍，里面花几百万人挺多的，因为你这个不玩你不知道啊。在那个世界里面，他有他的荣耀，他有他的社会关系，他在那里面有自己的太太，有自己的房子，这太太是人哦，不是机器，这个然后有自己家里面也能布置得很好，如果太太很贤惠的话，这地方挂幅油画，那个把这床搞得这个西门式搞得很漂亮，然后呢在那个国家里面，他如果能力强，他的这个能量强，他可以当国王，当了国王这个然后可以任命宰相，可以任命大将军，然后说这个隔壁哪个国家这个怎么来我们边境侵扰了，我们要教训他，他一这个游戏里面吼一声，千军万马就跟着后面啊，拿着刀就往前冲啊，那种他的成就感啊，这个我觉得不能说这个就一定是负面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不是负面，他在现实中这个他是无法体验到那种人的那种荣耀，这个那种快感，所以他作为一种娱乐，他愿意花这个钱去买到这种享受，我觉得是就其实完全这个那游戏里面反正玩过网游的都觉得都是应该是能理解的，我们现实中就觉得理解不了，因为你不是那个世界的人，要他花更多钱，就是最主要是要他钱要为自己周围的人身上花，其实那里面是个社会，
那里面有很多朋友，有很多敌人，有敌人的时候他周围更需要有朋友，朋友呢那关系要更加亲密，除了里面有亲密的异性啊，他又其实要有很多要亲密的同性，就在里面、啊、这个志同道合。然后要做到什么，就有钱的人为自己小兄弟啊，在那里面打拼世界的人啊，闯天下的人啊，然后呢就是他没有钱，比如他是可能是个学生，他这个或者他是一个这个下岗工人，他很会玩，但他俩玩得很好，要是有钱的人为他也花钱，为他花钱呢，那个人呢一般人都是有良心的，你为我花钱了，这个你那个大哥需要帮忙，我肯定是两肋插刀，所以他俩关系就更好，他一更好他更愿意给他花钱。所以这个花钱啊，要尽量的就是做到让鼓励到，就是引导到一个人在为自己的好友，在尤其的好友去花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搞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啊一下这个挺好的，就是有一个是什么情人节，现实中是一个情人节，我们的游戏里搞活动，我们就卖玫瑰花，游戏里1块钱人民币一朵玫瑰花，那是虚拟的不是现实的，我们制造成本也是零，然后就卖了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让男的去买，然后就这个献给这个女孩子，然后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就有的人比如说就买99朵献给一个女孩子，但只要这献给之后啊，然后呢马上我们游戏有公告，谁献给了谁99朵，大家就在那拼了，然后就开始有人买999朵，最后就9999朵，最后就大家就是这个因为游戏里面一旦他喜欢那个女孩，他有时候就不在乎钱了，一般有的人对自己花钱有时候抠啊，他对别人有时候不抠的，所以大家这个就拼这个看谁这个更爱自己的这个游戏里的另外一半。然后那一天我们卖这个玫瑰花就卖了可能有5000万，这个你比如像刚才这个玫瑰花，你要搞到100块钱几乎就没什么人买了，你搞到1块钱大家都能消费得起，所以这样的话，但是呢你要靠机制上面引导他去花量，比如我上不封顶，用这种方式好。所以价格呢制定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不要让他觉得贵，比如这个你像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我有一个游戏，我要在一个刀上面镶一个宝石，比如我们设计想让的这个刀是最极品的刀，需要的花1000块钱，但你要说你买个1000块钱宝石镶上去，这个可能大家也不买了。其实我们后来这个设计的方式是这样，让他10块钱买一颗宝石，你往上镶，成功概率1%，其实最后也是1000块钱，但这种他就容易接受，这个消费面就会宽。其实我很简单，因为我本身是游戏里的玩家，当然那个玩家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我就跟他们聊天。其实啊，我有个什么想法，我先是从侧面问他们，当然我又不能暴露出自己，我就说其他的游戏里面想干一个什么什么事，你们觉得这好不好？其他游戏要推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问的10个20个玩家，是我听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我才来做决定，然后做初步的判断。只要这个公司不是做生产资料的，不是做钢铁的，只要是这个面向消费者的，我觉得都有这个问题，都是这样，你都要研究消费者。网络游戏的玩家大部分时间要在游戏里面待着，在这个网络上待着，他不看电视不看报，所以你的传统的广告对他无效的，最多在一些网站上打一点广告，所以它是施展不开的，所以呢它的广告基本上是没用的。另外这个网络游戏最主要是靠口碑，比如我的一个同事玩了说好，我一般会相信，我直接就去玩了，所以呢它的广告作用不大。所以网络游戏这个它的最核心的游戏好玩，只要游戏好玩，这个玩家也不愁的，因为靠口碑就可以了，玩家可以带玩家进来。所以这个保健品不一样，保健品有3000多种产品，
比如这个鸡生脑白金同一类的产品还有三十个，这些产品都不差的，都是按照国家的规范的要求的。其实你的核心在谁能知道你的产品，所以这个就关键。你要提高你的销售额，就要靠更多的人知道你的产品，才能提高你的销售额。所以这种公司呢，它就是一个营销驱动的。但网络游戏不一样，网络游戏啊，网络里面这个传播是很快的。网络是这个，一般来讲，因为他们这个是在网上见面的，他一个人说话一下，很多人都听得见的。通过聊天工具啊，通过一些这个社交网站啊，他很快这个大家都能知道，所以网络传播速度比现实要快很多。其实我就是能找一帮专家，就是研究宏观经济形势，未来5年10年中国会怎么样。当时我们就研究未来的银行和保险，这个10年之后会很值钱。两会期间大家都在骂这个银行这个收费多，每个银行都100多项收费，还有好几百项。那我跑民生银行就问，我到这个部门去问，民生银行总共收费项目70多个，比其他少。我就问的是70个收费项目，就面向消费者的收费项目，这个比如这个挂失，这个存折丢了挂失收多少钱，我就问了一年这些的费用加在一起总收入是多少钱，告诉我总收入2亿多，一年下来今年是上半年就191亿利润，税后利润，你的2亿多，才2亿收入，我全部不收了不挺好吗？没有个银行敢那么干的，那下面人都觉得好，我直接找董文标，找那个董事长去谈。最后他说：“你要是这么搞，的确是马上民生银行的存款啊，保证这个以1000亿为单位的要增加的。但是呢，他说其他的银行啊，要后来找他算账，他就不敢干。”我心想，如果我是这董事长这个位置，我就干了。这个一下就这个银行的这个资产规模和存款肯定大幅的上升。你说那2亿他要来干嘛？这个也就占全年的利润的不到1%，收入不到0.5%，然后还背个骂名，上方都在骂银行这个收费收的多。你就打一个存折，那多少钱呢？那你我就免费给你打，你总不能天天丢存折吧？购买民生银行之前，我一定要到民生银行中银行里面去，要到他的中层干部中间去，请他们喝酒，跟他们聊天，喝完酒之后说我要问的也真话，这个到底是他这个部门业务怎么样，现在是什么状况，未来怎么样，就到底好不好还是要判断，其他没什么帮助。面向消费者的营销的这些东西在这地方用处不大。我投的最多是民生银行呢，我又是董事，有个规定，你最后一次买卖6个月之内你是不能反向操作的，就是说你今天买了6个月之内你不能卖，如果今天卖了6个月之内你不能买，所以我是做不了短线，我只能做中长线。我上个礼拜民生银行我又买了，就是这个股指期货，这次不是做空民生银行期间我又买了，所以又把我的又往后延，6个月之内又不能卖了。我觉得民生银行投资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再过3年，我觉得我这一块我应该能赚大钱。你就看那个晚上这个7点钟，这个金融街那些地方，你看那个办公楼，民生银行的灯是亮的，然后其他的银行灯是瞎的。然后你到11点再去看，民生银行灯房间还是都是亮，其他房间早全瞎光了。它这个就是区别。你看那个工行呢，这个工农农建，我是这个长子，我是大银行，所以呢，我这个业务我不能丢，那个业务不能丢，比如这个大企业我不能丢，中企业不能丢，小企业不能丢，华东不能丢。这个钢铁，这个我
钢铁我要赞助，然后这个矿山我的赞助，他是这种思维。民生银行是个后来者，是个很小的银行，它比这个现在这个那很多银行以前小很多。我十年前投了两个银行，投了一个华夏，投了一个民生。华夏投的钱比民生多，华夏比民生大两倍。现在同样，他两个现在华夏不到民生的五分之一，现在怎么它是国有的？然后那个民生银行啊，它这个机制不一样，它这个企业文化一种狼性，就它呢，我不要求全，我看哪一块最赚钱，哪块风险最小，我就集中精力去攻一块，所以那个小微企业贷款就被它攻了。现在你这个，现在那全国那么多大企业，这么多大银行，小微企业就民生银行是排到第一的，工农中建比它小很多。因为小微企业有个好处啊，就是很小企业500万以下的，就是50万到500万的贷款叫小微企业贷款，他们不愿意做。但民生银行呢，他自己创了一套套路能做，而且很赚钱，贷款利率年息13%，他非常赚钱，所以他这块自己就闯出来了。中国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如果都觉得哎这个风险不大都来做了，都觉得风险大所以都不来做了。但是呢，民生银行我觉得这一点挺好，他就去研究去测，后来就发现啊，银行贷款风险最小的其实就是50万到200万的贷款，风险是最小的。为什么呢？这个他要贷款，贷款的话他至少是个人，就是一般都是工商啊，他这个个人啊，他做这个无限担保的，他为了50万块钱，自己老婆不要了，家里的房子不要了，汽车不要了，还得一走他乡这个躲债，还得怕公安来追捕，值不值？5000万他干，50万他不干。所以最后撤下的国安是民生银行这一块就坏账率极低，为了这点钱他不值得。当大家来做的时候，民生银行就转到叫2.0版本了，就是他以前小微企业1.0，现在2.0是什么呢？他这个就是过去是做散户的，散户呢还有0.5%的，0.3%是0.5%的坏账率，他后来改成做系统，就是我做一个产业链，比如这个像大理石，我民生银行贷款去云南、去希腊开大理石，我贷款给你，但是呢，我贷款给你就是你的机器都是我银行给你出钱，但是要求你只能贷给我的客户。好，这个然后就这个出加工的大理石，他又发展了100家出加工的大理石是作为我的客户，只能在我民生银行结算，不能跟其他银行发生任何业务往来，存钱不能存到那，不能跟其他银行贷款。然后这些呢，就是买的大理石的钱，然后买的时候60%或者70%的钱，我民生银行贷给你，这些人很开心嘛，他出30%的钱，然后民生银行60%就付给这个矿山了。但这个都在民生银行一个电脑里面在那转，其实民生银行最后没出钱，这个大理石出加工了，然后必须卖给这两百家这个金加工的。金加工也是他客户，金加工呢再卖给这个比如这个多少家，然后最后再卖给全国的2000家这个大理石经销商，然后这条产业链等于全是民生银行的，然后其他银行想进大理石，其他银行进不来了，他把你垄断了，因为他签了有排他协议。另外民生银行呢其实把它搞完之后，民生银行一分钱没出，为什么？都是客户的钱啊，客户钱存在你这里，说是我贷给你，其实是他的钱贷给你的，他就在那收手续费，而且利息还挺高。他是把这个产业链打通，然后其他的银行做不了，这个很苦的。打通一个产业链需要2年，民营银行现在正在打通50个产业链，一个产业链打通平均要是正打通成功的时候，一年有50亿的利润。只有这种民营银行，为什么它累呢？招商也不错，但是招商银行呢高速发展期过去了，招商银行呢就是它的盘子比民生银行大，招商银行最近内部老开会啊，学习民生啊，这个把民生的内部的这个
内部培训教材偷过去，然后给大家培训了。这是马文华亲自去讲课，要学以民生。他现在发展有点停滞，就看这一次改造，改造好的话还能起来。当然我也买了，但是我民生我是赚钱的，招商银行我是亏钱。民营的它是占很大优势。你就看这个收入，其实人均收入越高的这个金融机构，其实越安全。如果金融机构在发员给员工发工资的时候啊，口口说说的，然后再去按照这个按照组织部的有关规定，那种金融机构没什么投资价值。我去这个平安去调研的时候，他这个不久前刚给一批三个韩国人发了5000万的奖金，为什么？因为当时就制定一个，他有一块业务，然后就内部竞标，然后考核能力，最后三个韩国人竞标上了，果然最后把这利润做得非常好，然后就按照这个事先承诺就兑现了。你要这个到这个四大国有银行里面就做不到，就是名声好，名声最安全。对，尤其是刚被这个做空机构刚做空，刚结束，上周刚结束，所以股价还低呢。我当初投的时候呢，我的下面人这个包括我的朋友都说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面，我愿意全部砸到民生里去了。然后呢，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好，要拿相当的比例出来去分散一下。其实现在回过头看，分散错了，我民生赚钱的，其他都赔钱。这个平安还是少赚一点，其他的都是赔钱。我的教科书的一些理论有的是有用的，但是有的很多是没有用的。比如科学的一些理论教科书里面肯定是对的，但是有的呢，这个你像营销的这个东西啊，它是没有标准的，他们是很难验证的东西。然后那些理论啊，再加上早期的时候都是一些广告公司瞎编的，那个什么美誉度啦、这个度啊，一大堆东西衡量指标，是这个骗客户骗那个厂家多掏广告费的，那这种就我觉得没什么用。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哪怕时间多花一点，这个多想一想，多完善，多花点时间去试一试，去检验。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情愿慢一点，但是减少一点错误，我觉得比那种靠教科书上，我觉得那个风险更大。就营销方面啊，我觉得创业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搞多元化，尤其企业不大的时候，企业大的时候多元化一般都搞不了，能少干一件事就少干一件，就是不但不要多元化，而且这个创业的时候啊，最好就是这个主攻一个方向，要做就做一个产品，而且要做这个产品呢，还不能说全心有力，一定要把你的核心竞争力啊那一点啊用足掉，就是聚焦聚焦再聚焦。凡是你想干的事越多，你失败的越快。这个反正我看的太多了，只要违背这个规律，你见了今天见了这个面啊，他想做这个，明天他又想做另外一个，后天一问他，我通通再做三个，再过一年就问他，这啥都做不成了，已经破产了。但是如果他就坚定不移的，就是聚焦到一点上面，做一个产品，把这个产品给他做到极致，所有的团队人力财力物力全部压在这个上面，其实这种成功概率比其他的要大了很多。这个要专一。再一个呢，就是在公司内部啊，这个民主集中制啊，很重要。你像早期的时候，我公司的时候，往往我不民主，然后中间也有过不集中的时候，其实都不是很好。就是一定要这个公司的决策，任何一个人脑袋，你老板是个天才，你也会犯错误，就脑子里面这个产生的想法，其实这个我刚才说我过去的自己想成熟的70%都是错的。其实我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其实未来错误的东西是很多的，所以呢，只能说我和自己的企业内部多这个骨干多交流，多征求他们的意见，决策前一定要民主。当然这个一旦大家共同努力来决策下来，这个认证完了之后呢，要果断的决策，决策完了之后只要不是方向错误，要坚定的执行，就是不要这个方向停下来调整。其实有时候登山啊，它有很多条路，有可能选的这条路不是最近的，有可能远点，但是总比那种你
你走了一条路，发现不是最近的，说另外一条路径，然后再下山再去登那条路，发现又不是最近的，走了一半再下来，总比那种好。公司的这个管理机制上啊，尽量走这个民主的集中这条路，就是这个营销驱动型公司，我觉得老板必须自己抓营销，必须自己抓广告，只要老板不自己亲自抓的，这个公司一般没戏。如果是靠一个副总抓的，这个公司如果是有戏的话，将来这个老板肯定要被这个副总开除掉。因为这个老板亲自抓营销，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命脉啊，其实掌握在你手里了。其实它比你掌握的资本还重要。另外就掌舵，就是说对于这个营销驱动型的公司啊，它就是个舵。你作为一把手，你自己都不去管这个方向，管这个舵，管这个最重要的，其实这个公司很容易出错。其实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老板比这员工还是聪明的。但是呢，即使你不聪明，其实没关系。为什么？老板重视这件事，整个公司上下都会重视这个。如果老板一年都不听一次这个广告的汇报，这个公司啊，搞广告的人其实都不用心了，都想换部门了。所以老板亲自抓其实是必须的。就是一个公司，你看像那个网游游戏，我就亲自抓这个研发，我亲自抓这个研发，就产品的企业，这个也很重要。大家一看我抓，所以大家整个研发人员特别注重开发个新功能，特别注重消费者感受，消费者会不会评价好还是不好，其实这个对公司就有一个无形的压力。广告也是，我一抓那个整个全国的骨干、分公司经理、总部的人，每天自己也在那琢磨这个广告的事、消费者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营销的驱动型的公司，老板必须自己要抓营销；这个研发驱动型的公司，老板要自己抓研发。更大的作用是整个公司的资源、人力、财力、物力会往那个方向去流。老板不管，那个地方资源是缺乏的。我还年轻嘛，然后又不服输，就算摔倒了，我的团队啊还没散掉，就核心员工散掉了，但是我的干部团队还有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啊还在，所以呢他们还给我鼓励。然后再加上又碰到一个好产品，当时就是脑白金这个产品，在公司摔倒的时候，脑白金这个产品的研发已经出来，我让每个人都吃了之后，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起不来，这个睡觉特别好，然后呢大家都觉得这个产品能做起来，所以大家能看到希望。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是根据这个团队的感情，第二个就是公司未来还有没有希望，这两个少一个都不行。感情再好，他觉得未来我这真的耗的反正一直是肯定是破产了，他也会走，所以要这个两个要同时具备才行。媒体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网络这个时代啊，能少打交道尽量少打交道，就是你干的这个行业他不会熟的，你的消费者他也不熟的，你这个行业主管他也不熟的。而且媒体呢，他有时候写的时候他很容易把你这个意识给误导。保健品那是经常碰到的，每个礼拜都有，你让我投广告，不投广告我就曝你光。我说你曝什么光？他说我们收到一个人民来信，其实自己写的，然后写给自己，然后我报纸登你的，你的产品有毒啊，或者你的产品没有效啊，或者在你的产品里发现一个苍蝇啊，然后就这种事。我们这个开的时候是我们忍气吞声，我们争取登，最后也想开了，我一律不登。你这种我一律不登，不登好像最后也就出过两三次事，也没多少。一般来讲，其实就是那几拨人，一旦这个敲诈几次，敲诈不成了之后，他就不找你。敲诈成功之后啊，他同一拨的同一个寝室的另外人再敲诈你，换个媒体继续敲诈你。所以很多中小企业，尤其做这个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其实经常会被这个困扰。然后我们过去我管的时候，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中央的媒体，有地方媒体。就每次只要遇到这电话，就把它录上音，录上音，对方
对方真威胁的时候，反正就说我有录音，有录音，他一般来讲他是忌讳的，因为他电话里给你提条件嘛。我们曾经有一个是一个中央媒体的记者，那个敲诈的比较厉害，他登广告个人还要钱，还要10万块钱，然后也是就编个人名来信，编个来信，最后这个事儿我也没管，我们的法务部的人去了。我们公司的律师就去了，去谈了，谈完之后给他录了音，然后交给公安局的人抓起来。媒体这块我觉得还是保持距离好，现在不是有微博了吗，你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的微博里上写一下够了，我觉得媒体啊不用这个接受采访，这个对一个企业主来说可能是最安全，就能不接受尽量不要接受。我觉得每一份成功呢都是靠心血浇灌出来的，其实没有投机取巧，就别指望有太多的捷径要走，在创业的时候或者准备创业的时候要充分的有这样一个思想准备，就是自己将来要把自己的全部的心血浇灌到某一个点上去，把那个点浇灌得足足的，让它充分的滋润，我觉得就可能成功。